子，连文静不懒得多看我哪怕一眼。请问文静，放了完颜照，我和明风哥就是你的了。你的样子已经印在我的心里了。都不想救文静了吗？扫码关注若森画江湖官方微信，画江湖全系列最新资讯尽在掌握。我也以为自己死定。你怎么？你为什么会和完颜龙？哼，要不是看你和小时候一样啰里啰嗦，话都说不清楚，我倒真要怀疑你是不是我的妹妹了。怎么样？暖和点了吗？姐姐，我们会死吗？不知道。我不知道我们还能活多久，但我保证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。姐姐，永不分离。说起来，这件事好像是我第一次食言呢。姐，幸亏我知道你从小就不会哭，不然我真要说一声，收起你的眼泪吧。是我害了你，这
这话得看怎么说了。不过有一点我认同，没有你，我就不会有今天。姐，我饿。想着你的话，一定要赶到玉龙堡，一定要见到堡主完颜藏。是啊，是啊。小时候，你唯一的优点就是格外的听话。曾经找过你，我曾经找过你，拼了命的找你。哦，可是从结果上看，你好像还不够拼命。要不是你，我哪会有今天？别这样看着我，我并没有怪你的意思。多亏了你，我才有机会成为不灭天的仆人，我才能够傲视那些所谓的绝顶高手。而你呢，却成了玉龙堡的一条狗。玉龙堡并没有把我当外人，所以你才会把完颜修当弟弟来照顾，是吧？
那又如何？如果我告诉你，你其实是养了一头狼，你会怎么想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我告诉你，你应该杀了完颜修，而不是去照顾他，你会怎么想？什么？如果我告诉你，当年追杀我们的就是完颜修的父亲骊山长老，你会怎么想？你说什么？你以为完颜修为什么会被送到玉龙堡做人质？那是因为完颜藏对烈日族下了惩戒令。当然，他这么做也不过是压制平衡塞外势力的手段罢了。烈日族，是烈日族，没错。你拿他当做弟弟的那个人，就是将我们灭族的元凶之子。不可能！难道你不想为我们的族人复仇吗？只要你想的话，机会就在眼前。冷清雪，你已经不是小女孩了。为了族人复仇是你的责任，你要逃避责任吗？什么人？出来吧。怎么，连我的名字都吓得忘了问了吗？凭你的容貌，本来是不配知道我的名字的。但看在完颜正的份上，我就破个例。我的名字叫青谷。你拦住我们的去路，想干什么？有人花钱买你的命，我不过是与人消灾而已。与何人消灾？那可不能说了，毕竟我是个有操守的美男子。清音一曲人未尽，雅乐悠悠悲莫停。完颜正，走好不送。大家捂住耳朵。家老，把门打开。阿奇，您派人去杀完颜正了？哎，我们在外面就随便说了一嘴，没想到他听见了，是吧，何卫？你觉得完颜正不能杀？可是他不死，宗帅和宗盛的死就失去了意义。阿奇，完颜正必须死，这是他的命，而你必须站在爷爷这边，这也是你的命。我不想认命。认命，你就是爷爷的乖孙女，爷爷还会像以前一样疼你。不认命。家老。什么事？是司空显，他醒了。
听了我的古月名医，你们便会功力尽失，动弹不得，任由我摆布。想不到这家伙的贴身这么厉害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先送你们谁上路？我不能死在这儿。你已经没有威胁了，最后再收拾你吧。只要毁掉听觉，就能破掉他的咒术了吧？丑八怪，看你一眼都能做三天的噩梦。光是看着你这张脸，我就有一种想要毁了他的冲动。可恶，手已经抬不起来了。完颜正，死吧！乌龙！宗盛色心不改，要娶文静。扫描二维码，看宁玉如何为保地位，立足联姻。你不是说过吗？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。一点香水，小白杯，月花白龙，无梦随花飞，雪落无声，暗香满。是个养子，但还请你们保佑玉龙宝无事，保佑二哥平安。为了破你的古月名义，不惜自毁双耳，你得用命来换。出来吧。